你看这个小静静一脸懵啊，滑了一下滑滑梯，还没有滑过呢，第一次滑滑梯。那一只去哪儿了？来，小豹猫，来，你也试一次，来，打这个吧，不痛，不这个了。这个你看，大一点点就不一样，知道往上蹭。小军军真是一脸懵，这两只小朦胧的眼睛看着你，感觉特别搞笑。好了，今天的话咱们视频就先拍到这里，如果说你喜欢这两只小可爱的话，可以继续关注我，我是林小妹儿，来下去喽，这个要扶住一点。